季的时候自己输了一个小场，其他都是2-0取胜，后面是方 plus 3-0 IG 3-1，在前天比赛中是输给了。好的，这边已经回来了，应该隔不了多久我们的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哎，两个鞋子，两个套。369熊熊 Net 都肯一起分，这个首发算是现在比较稳定的 TOP1， 一直是没怎么换过，而且这套首发来说的话打的体系也比较不错的。对的，啊，这边的话是老丹尼的首发五虎 Aris Condi Yuki Kramer 以及 RD， RD 也是之前 LD 战可以打的索拉，这边 Aris 选择了诺手来对阵上这边的一个加特。不过我们前两天有看到过上路拿鳄鱼去打厄加特的是凉凉，不知道这诺手能不能发挥的好一些。老威雷这个阵容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在于，首先发育周期可能是要比 TOP 这边更长一点，打架能力中期也没有 TOP 这么强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带的助攻的带法。赵信已经从旁边绕过来了，但是后面做了眼的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已经压到这里来，一闪撞一下撞到 RD， 这个位置 RD 有点危险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没了，看一下人头要给谁。好、啊，汤，哎，不和汤，这个地方直接，哎，背回来了，背回来这里，这有点，看一下舵手走不走得掉，啊、还有一个 W， 没了，这舵手肯定是走不掉了，哎，直接这交了一个闪现，这个闪现。从这里过来看到河蟹已经被刷掉了，这里直接一技能过去 W 定住这个位置，戳一下 E、哦、这里还是闪现的，直接被捅掉了。前期熊熊节奏非常好，下路有个眼神助攻，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人，康尼这边也知道自己在下半区死，那下半区的也差不多应该是不去刷了，这顶一下回头是给了一个恐惧打一套，但是这个 W 是没有打在 Loken 身上打出印记，在这里帮忙挡了一下，很细节。下路大铁过来了，是要逼你走，要打一个直接上了闪现，直接上了，这个位置因为恐惧已经没了，这里的话 Kramer 是交了一个闪现，他一个闪现逼掉了下路三个技能，我交到这边闪现，看一下这里拉回来，直接过来打一套一个 Q 技能，回头的话这里放一个大招，但是还哎拉回来 了，不过在死之前、哦、这边的话是已经大招拉出来之后，大招拉出来没用啊、哦、这个话369是再往这边走，直接炸一下，炸过去伤害非常高，上来打一波一闪，打两个 Q 技能跟上了之后，卡瓦这边也没了，这个时候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啊， TOP 这个战斗力太强了，哇，这酒桶刚才打了一波跟中单一样的输出走了，而且打野现在还在下来，哎，这个地方还要搞吗？不太好搞吧，确实不太好，因为也是起来冰女有点危险，奈特这里有大招，看一下什么时候开不出来，哇，这直接被控到死，二 D 这一套是打得非常不错，位置已经被发现了，看一下要杀 Aris 这个位置有闪现能不能跑，这里的话看自己走不掉了，直接回头要打一闪背回来，这里的话交了一个闪现，直接过去看一下熊熊，这里被斩了一下，但是 Aris 这里先死，这边阿卡丽过来了定了一下，有点危险，但是过来了之后回了一口，主要是369刚才这个大招控了有一点点伤，看一下这个位置被恐惧一下，奈特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回头反打康迪拿下了奈特人头，哇，这一波交手实在是有点亏啊，对于 TOP 来说找谁，找的是一个康迪 RD 来了，稻草人过来直接捅上去，稻草人反打能力并不强，这是直接拉回来，恐惧过来一个康迪还剩最后一丝血，熊熊过来这里 W 戳一下没有戳到，这 Q 技能过强，但是没地方走呀，康帝这里反向回家没办法呀，塔这是完成了一波击杀，人头是让 Loken 拿到，对吗？康帝这里直接捅过去，看一下康帝这里这个下得很残，这是直接开出一个大招，在旁边找了个机会，这边找到的是一个酒桶，酒桶血量下了半血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不过阿卡丽这里由于没有进化被定在原地之后没有办法， RD 过来也是被收下，在野区确实老干爹的先手能力不是特别强啊，他们只能在这种蹲的情况下，就告诉你我知道你从里面走出来的，你里面就留言，老干爹已经掉了五座外塔，剩下一座外塔也岌岌可危，哎，感觉熊熊这个位置有点想上啊，这个位置利桑德在后面回头打一套，这个位置下我看起来全是残血，这波库尔玛也没有办法走，直接被卢锡安跟过来杀掉 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诺手，这进不了野区的，这也太难受了，
舵手怎么说，被四个人围殴，冰女移过来给一点点减速啊，这回头斩一下，但是斩不死呀，应该是斩不死的，回头喝下酒，最后一点血便是没死，是可以打一下这条火龙。现在在野区里面接团，老哥电视真的没有成色，当然这也得益于我们辅助眼位做的是真的好，刚才在野区里面基本上一直是自己掌握的主动权。这边来说的话，主要是刚才老哥电视没有注意到这边冰女已经绕了一个后，他开始以为那边是有视野，因为自己他从那边走过来的。这波打完老哥电视没有漏点的吗？哎 ，W 没有探到，立马回，因为他们已经探了两个地方，这边诺手的那个地，但是上路过来推了，上路过来推了，这边的话是直接让 C 位过来推塔，而且有人余震，把人支走了之后上塔直接偷掉了，高地没了，这回防老干爹哪怕回过来，这塔也已经没了，而且这边只要人员集结 top， 这波是可以直接拿血晶的，赶过来了，这波冰女想要打塔，但是一技能先拉身位走了。非常稳，非常稳。再来排一下这边的视野，直接过来，高地托付就这么运营一波，排一波大龙视野白拿了一路高地。哎，这直接找个机会，康帝上来给一个大招，这边大招是直接拉在了一个熊熊身上，熊直接阵亡。稻草人也一般般，这一波直接蓝色方收割了，只剩下一个阿卡丽跟过来了，怎么走？背回来，还有一个金身的 Loken。哦，这边的话是收到一个三杀，但是这边的话 Loken 也是被换掉了。这样的话借助着这一个兵线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推一个梅亚塔之类的，刚刚没办法，输死一波了，在那个位置只能是选择去接一波，扛进上去开完了之后，其实老干爹是不甘心，因为他好不容易想去看一下这个大龙，结果绕了一圈自己高地没了，对的，这必须得要付出点代价。梅亚塔这也能推一座，推一座溜了走了，回头清一下野区，而且这种没有反手的阵容还必须显示。哎，这里找个机会要杀，要杀熊熊，熊熊这里开一个大招吸血喷扫，身上给了一个，这里给了一个血手，回头开出个金身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好。后面来人了呀，冰女进场，看一下这个地方进场了，接到后排直接把这个冰女切掉了，回头还继续打，这里的话是杀掉了冰女，这里好像有一点机会，但主要的战力看一下 Loken 这里还在，回头收掉的诺手，人都是让 Ben 给拿到，中路这里找个机会。虽然冰女和这边的一个赵信都已经阵亡，但是 Loken 还在，而且这边的厄加特也是还在的。哇，冰女被一套连控，大招没有开出来。但是虽然这一波是已经击杀掉两人，不过这个高地，看一下，老干爹这波要不要守？守是守不了的呀，中路又被破掉了。厄加特和这边的一个卢锡安推塔还是太快了，但是就是你能看出来金身。哎，看一下这里，夏洛双人组在这做表情 ，Top 其实已经开打了。这边的话是给了个眼，看到 ADC 在这觉得没有打，但是 ADC 滑不下去，老干爹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康帝有没有机会下去抢，但是龙井没了呀，打掉了，但这个是更加稳健的一种打法、来了兵线带进来，现在有超级兵推到下面的门牙这里，哎，但是只要找个机会找的是一个稻草人，他这个减速到一技能过去、哎、这是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原地好像等死啊，炸一下是把人给送走了，看到这里回头打一下，这边带到原地开了一个金身，不过这 RD 挑大过来准备解一下，这边的话成功把 RD 给收掉了，后面这个地方还在杀，打出了一个春哥甲，但是这个春哥甲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作用，哇，跟上来了之后直接一波 S， 这边五个人全在，26-10，最终在28分钟 TOP 收下了本场比赛胜利，是的，我们也可以恭喜 TOP 在 BO3 的第一场里面拿下了比赛的胜利，老哥爹这一盘拿到一个有点缺陷的阵容吧，应该说在前期的时候也有犯失误，也有抓对手的失误，应该说他前期抓失误其实抓的比较好，因为前期那个时候他是完全打不了，但是他每一波打完之后小赚一点，就不是特别亏，他感觉哎自己好像能打两波就裂了。然后中期接团其实要结束的比赛，这一盘 TOP 对于小龙的控制率比较高一些，四条小龙全部打在自己这边，而且有两条是火龙输出方面、老干爹是推了一座塔，这个塔是下路杀完人之后一个峡谷先锋撞掉的，那一波开始之后我感觉老干爹觉得自己能接团，但其实如果能接团，团战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坚守他也有坚守，能互相打。